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琪琪和月月的玩具。今天呢，小猪佩奇准备了好多的糖果，绿色的糖果。他要用这些糖果干什么呢？原来佩奇是想用这些糖果放到这个魔法微波炉里，看看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？我们把糖倒到杯子里。好，打开微波炉，然后把糖果放进去，然后我们来按一下开关。哇，看看，让我们来打开微波炉。哇，看看看看，我们的糖果变成了绿色的糖浆，我们再把这个糖浆放进去。这次呢，我们要来按一下这个魔法按钮，看看它会发生什么神奇的反应。Come on, let's make a treat together. 哇，赶快来看一看。快来看一看，我们的魔法微波炉把糖浆变成了什么呢？糖浆变成了一颗奇奇蛋，这个是长毛怪，它是怪物大学里的人物哦。看看得到的是什么？它是一只蜥蜴，它叫蓝大宝鸡，它可是会隐身的。那我们再来试一试这个红色的糖果，打开微波炉。第一步，我们先加热。好啦，红色的糖果变成了红色的糖浆，那我们再把它放进去，再按一下这个魔法键。好了，快来打开微波炉喽！哇哦，这次的变化有点大呢，好像是一个变形蛋。来，把它变形看看，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？哇，这是一个战士，这个是星球大战里的波巴费特。好，这次轮到我们的黄色糖果啦。好，把糖果放进去喽。糖果、糖浆已经加热好了，再来按一下魔法键。哦，惊喜来喽！快打开微波炉。这又是一个奇奇蛋呢，这个呢是警官朱迪，看看它里面有什么呢？哇，这个是朱迪警官的一块橡皮擦，把蓝色糖果放进杯子里面，
这个好像是可以变形的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啊？哦？难道坏掉了？哇！原来这个呢，也是《星球大战》里的人物，他是达斯维达。那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小猪佩奇的魔法微波炉呢，我们就玩到这里了，咱们下一期见喽，拜拜。